绝对不会吃到这种味道的东西。厨师，안녕，我是 Mira， 而家咧约咗人食饭，黄大又出口。他在哪里呢？嗨嗨，耶！我哋行啦。各位，我超期待，因为之前咧有同 Susie 倾开就话啊，唔知韩国会唔会有啲即系东南亚餐厅咧？因为通常见泰菜同埋粤菜多，但系新加坡同马来西亚嘅菜咧，真系好少咯，好少，冇咯，冇睇到。我听过有，但系话唔知执咗定乜嘢。好，跟住然之后 Susie 就话诶，原来系有一间马来西亚餐厅。然後呢，他竟然在宏大咯。有一次我聽過馬來西亞朋友吃過，應該有去吃過一次，即係每次只可以去馬來西亞先吃的馬來西亞嘢啦。我上次係同媽咪十二月去的。我吃咩？係啊，咖喱沙爹。我想吃拿鐵檸麥。拿鐵檸麥。有幾多？哦，呢個。嗯。呢個就咯。嗯。哇塞！喂，真係唔會知咯，我想講。係咪？老闆係馬來西亞人啦。真係唔會知係馬來西亞嘢咯。耶，到了！我頭先係因為咁樣嚟噶。炒貴雕、納斯古丁，呢個咩啊？茄丹。屎坑，你知屎坑嗎？好似啊，海鮮嚟嘅，但係。哦，屎坑。我哋講屎坑係好似醋茄咁樣，嗰個肥肥地嘅。細細嘅。哦。我覺得係咪一定要食嗰個納斯特白、納斯特麥灣？啊，點算啊？我哋。食沙爹，沙爹好噶，沙爹好耐冇食，我唔知佢嘅醬係咪真係正宗啊！咁正宗啊！好啦，咁落沙，有啲乜？呢個四個，哇死咗好多嘢我哋，好多嘢，飲乜嘢飲？飲乜嘢？我要粉紅色嗰個，我呢個應該粉紅色咯，係咯，咁我飲呢個。天哪，这里超有那个马来西亚那种热带雨林的 feel， 有没有？哎，可是我印象中的马来西亚，我觉得是那个妈妈档，因为我很喜欢妈妈档，就是我觉得很有风味，我觉得就在路边都很棒。那我觉得它的厨房其实也蛮有那个 feel 的。Open to check。Oh my god， 这个。粉爆炸，粉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碟子哦。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那个去隔壁店吃东西的，好，如果你吃那个伸手蛋，隔壁店是咖啡厅，对，他们洗遥控麦的。我见过，他会用这个，嗯，他会用这个，他会给你这个。但是餐厅叫隔壁店的话咧，系一个杯嚟嘅，咧佢个杯同呢个系一个 set 嚟嘅，呢个真系好麻烦。咁呢个杯系韩国杯啦，但系呢个韩国嘅文青杯。那我喝的那个是全红的，你的样子有爆炸，有够幸福哦！可是因为它的那个青柠很酸，是那个玫瑰味，可是我觉得我这个还好哎，是它的原味先。哎，完全没有韩国味，真的吗？这是正宗的味道吗？是哦，它腌的肉很像香料的味道。我觉得它探讨那个很香哎，我觉得配合这个天气，就硬要讲天气，我觉得很热，然后觉得是这个有马来西亚风味，但韩国绝对不会吃到这种味道的东西。厨师。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以前我也有嘎嘎那个姐姐，她也会就是煮印尼菜给我们吃嘛。然后印尼的沙爹甜很多，我算是吃那个长大的，所以我其实一直蛮喜欢沙爹，就是印尼味跟马来西亚味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。玩的马来文是芒果，芒果跟贝壳很像。给我是什么？巴基斯坦比林，巴基斯坦比林，比林萨都，比林萨都，杜瓦比卡。它的酱很影响了我的味蕾。没有这个，我吃过这个。酸酸甜甜，咸咸辣辣，花生好多。因为你刚刚讲虾酱，跟我们那些虾酱不一样。我哋啲蝦醬係灰色的。你覺得這幾個東西是代表馬來西亞的食物嗎？可以算。好，我
哎呦，等一下，好紧张。嗯，不是那个味道，然后完全不辣，比辛拉面辣一点点而已。好吃，好吃。你这个笑容是幸福的笑容。而且他的饭是用你们的米，对不对？一比比较硬的。对对对。我觉得他很棒，是因为他不太辣。那个时候在马来西亚真的真的有点辛苦，少一点饭。而且你有看到它这个 curry 的那个油吗？是很漂亮，很正宗。嗯，那好吃哎！因为我最近很常吃那个香港菜，很常去那个餐厅。韩国菜是吃到好像有点无聊了，开始。我觉得老式的麻不可以没有蛋。我上次去马来西亚吃，因为东西太辣，所以我就吃到喉咙痛。麦当劳的那个老式的麻也是辣到爆炸。可是是应该是马来西亚人习惯的辣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比韩国人更吃辣哎。马来西亚就是香辣，对，这里是甜辣。现在呢，妮来要来考我马来文，其实我大部分已经忘记了，但是我来尝试看我能不能翻译，所以他会给我一个句子。今天太热了，哈利尼巴纳斯，会吗？我改。好，那你讲一句哦。一二三四，卡嘟嘟啊，皮卡。我跟你说，我的马来西亚文是用韩文来记的。哇耶，大姨就赞耶！耶，吃完了。好，反正呢，我们吃马来西亚餐吃的有点疯，然后很饱，因为我们大概点了3到4人份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全吃光。对，然后我现在就要散一个步。我觉得好吃，可是我真的觉得美中不足，就是饮料的部分啊。我觉得饮料的部分真的不爽，可能如果有碳酸的话，我觉得可以。就会爽，反正我觉得大家如果住在马来西亚，住在马来西亚，住在韩国的马来西亚的大家，或者想要吃马来西亚菜的朋友，哦，你可以来怀念一下，有真的，我刚刚顿时回到马来西亚了，对，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。今天这个木棒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赶快来韩国玩，我们先休息，好饱，拜拜。